大家好啊，我是五仔啊。呢一节我哋讲一个靓女啦，有一代人嘅女神啦。我自己就都中意嘅，我最中意睇邱淑贞拍呢个人皮灯笼啊，同阿梁家辉，我觉得佢好正啊。咁啊，请大家俾个 like 支持我哋广播。咁啊，讲就系话王晶咧就爆啊邱淑贞一啲好香艳嘅嘢，咁我睇到下面啲留言咧，啲报纸下面啲留言咧就话啦，食咗人哋啦，仲乜乜物物咁，有冇食过咧？即系究竟啊，咁啊有啲讲到又话拍个拖啊，同阿王晶，啊李嘉欣又话咩痴心情长剑啊，王晶咁样，唔知道有冇食过啊？真系，系啊，王晶捧过佢出嚟嘅，食唔食嗰啲我哋唔知啦。咁啊曾经有啲。有啲男仔咧识阿王晶嘅，都系导演级嘅，咁啊导演级爆翻俾我听啊！佢阿王晶话邱淑贞咧由头靓到落脚趾尾喎，咁样咁，但系佢就系咁讲啫，佢冇话佢食啊！咁究竟有定冇咧？我哋主观角度有人觉得有，咁啊真系唔清楚，其实真系唔清楚啊！好多人都主观角度觉得有，咁今次咧就爆阿邱淑贞咧。佢话佢拍嘢嗰阵时咧，连胶纸都唔黐要粒的。哇，王晶讲噶，咁王晶系导演嚟噶，咁点解连粒的都俾你睇埋咧？就系、是、可能睇唔到咧，可能只手遮住啫咁。跟住佢咁讲，佢话即系王晶而家有个笑看江湖咁样样，成日都系讲啲以前啲明星啲秘闻噶嘛。啊，咁啊讲到拍一套叫《赤裸羔羊》嘅。赤裸羔羊嗰阵时啊，邱淑贞系好 sexy 嘅，有几部嘅，一套叫《慈禧禁宫生活》啊嘛，又话攞个啰柚嚟颜开嗰啲溪前啊嘛，啊嗰啲咩青楼十三房嗰啲绝技，即都系呢啲嘢啦。佢又即系你话好咸湿，佢又冇粒粒，即系佢冇嘢睇嘅，冇露点嘅，笑啊，系啊，冇露点。但唔系一定下下露点噶嘛，有啲女露点系唔好睇噶嘛。咁我唔知邱淑贞露点好唔好睇啦，因为有啲女露一点就唔好睇嘅，即系又黑提啊，又面提啊，咁样样就真系唔好啦，系嘛？又江苏饼啊，啊齿饼啊，咁样就唔好睇啦。咁邱淑贞唔知好唔好睇啊？应该就唔系齿饼啊，齿饼啊遮唔晒嘅，啊应该就唔系。咁啊，纯粹大家幻想咗一个童年，冇见过，始终都系冇见过啊。佢你话佢好靓，我又唔系觉得好靓，系性感可爱咯。佢个样系属于性感同可爱咯，嗰一种咯，即系男人觉得会想得到啦。同埋佢系即系好少嗰个年代有啲女人系会 show 一啲叫性魅力，佢 show 到嘅，阿叶玉卿又 show 到嘅。嗰个年代有啲女人想 show 咧，但系唔得嘅。即系有啲嗰啲咩李华月嗰啲真系唔得噶嘛，大佬啊，唔系你剥就有人睇噶嘛，啊咁佢系 show 到得嚟自然嘅，有啲就麻麻地嘅，即系翁虹都拍露点啊，但系翁虹个样你唔觉得佢咸湿噶嘛？即系个样系是正咯，靓女咯，但系着好过唔着啦，有啲就系嘛，即系温碧霞嗰啲又性感啦，又系着好过唔着啦，我觉得佢就，但系嗰个年代好多人都唔着嘅。但系邱淑贞系唔着得嚟都唔会露点啦。咁王晶讲到话拍摄现场，佢大胆连胶纸都撕埋，讲阿邱淑贞撕胶纸，唔知系佢主动撕啊，定系条女主动撕啦？但系条女都似乎系即系都几喺个王晶面前都几唔介意。咁啊，净系呢一句，啲人就可能已经好多个遐想啦。点解唔使撕胶纸咧？点解俾你睇咧？你作为一个导演，我又唔信你拍嗰场戏，你唔喺现场咯，系咪先？一定喺现场啦。有啲剪咗，就算走咗光都唔出街啦。王晶对啲女讲呢啲说话，好识讲嘅，好识讲嘅。佢之前都捧过，之后捧过一啲人造人噶嘛。你嗰阵时苹果新闻嗰阵时，佢都有出嚟做访问，我都记得嘅。啊！叫啲女仔剥衫，啊！我自己都识讲，啊！我以前都拍啲性感片噶，做导演嗰阵时，
有啲女仔剥衫又唔系真系咁介意嘅，事实上，你唔好以为啲男人咸湿嘅女仔，佢要去展示佢自己嘅性魅力，佢都会主动去做呢啲嘢嘅。有阵时就，咁我唔知道邱淑贞当时点睇啦，但系佢系好性感啊，邱淑贞，佢做咩都咁性感啦，佢拍《超级学校霸王》都性感啦，擘开只大髀嗰度。是吗？即是跟张卫健过，做下张卫健妹都是性感啦，好多戏都好好睇，觉得佢。我鍾意佢睇佢人皮灯笼，是因为嗰套爱情故事咯。好似嗰啲咩人鬼情未了咁样个剧本好咯。梁家辉啲戏又好。邱淑贞拍梁家辉是好睇嘅。但是梁家辉都老咗，变咗阿伯啦而家。邱淑贞仲系邱淑贞啊。唔会觉得佢老咗好多啫。冇襟摆嘅邱淑贞系，咁啊讲到话咧，套戏未上啊，王晶已经咧就揾个影 Playboy 嘅摄影师帮佢影啊，咁啊讲呢个赤裸羔羊本身系有萧芳芳添嘅，后屘啊变咗系姚伟啦，个萧芳芳，王晶用咗两个月时间说服萧芳芳参演。有个角色好似嗰个老姑婆，佢系搞笑嘅，但一出手就无敌。因为萧芳芳以前有个侠女嘅形象，佢又可以搞笑，所以佢咁样写。但后屘王晶为撞赤裸羔羊嘅声势咧，佢拍咗一辑好火辣嘅想做海报，变咗好似三级裸露嘅感觉啊！萧芳芳话：，哇，咁唔捞咯，你拍啲咁样嘅，系咯，咁唔好捞啦。又真系好咸湿噶，影到根本啊，邱淑贞都冇着衫嘅，反而吴嘉丽，你净系记得阿邱淑贞冇着衫咯，就唔记得吴嘉丽啊企喺后面，直头唔记得咗吴嘉丽呢个人，根本就都几咸湿噶，影得系啊，咁个尺度好大嘅，揾阿 Playboy 嘅女摄影师嚟影佢，佢连阿王晶，仲有个导演嘅叫做。霍耀良都唔可以留喺里面㗎。咁影个场地得佢三四个都系女人嚟㗎。咁佢比较放心啲咪好大尺度去表露自己个身体囉。咁样。咁个尺度大到就全港哗然啦。就攞啲子弹攞啲枪遮住粒的咁样啦。邱淑贞当年就。你话而家系咪好夸张呢？而家就唔系好夸张。要你啲 IG 大把啲嘢睇。偷埋点露埋都有一睇。喂奶嗰啲可以随便睇下 YouTube 系咪啊？即系而家个世界又唔同个尺度，以前又好夸张咯，觉得咁啊。王晶提到最重要性感嘅气氛拍摄嘅过程，佢最主要系爱情嘅场面咯。佢话邱淑贞同阿任达华做爱啊嘛，系啦，咁就基本上三部机尽量用最短嘅时间拍到所有嘅画面，用三机去拍。等佢唔使忍受咁耐咯。其实对女演员嚟讲，佢话呢啲情况系一种折磨嚟嘅。咁啊系，但系临场王晶发现邱淑贞防走光嗰块胶布太过突出，不断喺度穿崩。咁啊，王晶就说服阿邱淑贞搣咗张胶纸啦。你信唔信我先？你信我，你唔好贴啦。我会保证一啲都睇唔到。哇！咁啊，任达华咪睇晒，正咯，都阿华哥拍。咸片之神嚟咯，我话任达华，唉，真系，唉，真系冇得顶嘅，真系华哥。你信唔信我先？咁样，喂，佢信你都冇用嘅，系咪？咁你两个揽住硬到噶嘛？哇，真系发达啦，真系。阿华哥拍好多好嘢，唔系佢嗰啲，你话好专业嘅任达华，当年又好靓仔，好有型。翁虹都咁拍啦，温碧霞都咁拍啦，系咪？哇，邱淑贞拍过，原来佢系胶纸都冇黐。完成拍摄之后，王晶信守承诺，剪接期间用咗三日时间，逐格菲林处理，睇到少少走光啊，都抽起。我一剪完啊，冇用个菲林，我全部销毁啊。佢话因为呢啲承诺都守唔住，我就唔系男人嚟嘅。销毁唔知啦，有冇收埋少少啊？咁样。唉，佢自己先知啦，有都冇我哋份啦，系咪？你估攞去整电脑咩？咁易冇噶啦，有嘅一早流出咗噶啦，咁样啊，幸福嘅真系。
咁啊，1992年12月上画大收967万，接近1000万票房，以三级片嚟讲成绩就唔错嘅话，我都唔够称啦。睇嗰啲1992年，我得9岁阴公，系咯，零用钱都冇，想睇冇得睇。究竟阿邱淑贞有冇同个王晶一齐过嘅咧？网上嘅新闻点样讲咧？邱淑贞净系啊上网睇啊，睇到佢有几多嗰啲咩啊？讲佢话佢啊系一个超级好女人，吓、你自己平时幻想嘅幻想佢嗰 part 啫，喺度喺赤裸高蟹啫，你谂住同人哋系嘛？请大家俾个 like 支持一下先。今日讲你偶像邱淑贞。咁你估唔到佢内里啊，都系一个好有情有义同埋一个好女人。点样好法呢？好到就话佢啊，即系男人啊，见到啊不得了啊！佢话咧，帮啊曾抵上积蓄，即系佢嘅钱抵上积蓄，就帮佢老公创业，就攞晒钱出嚟帮佢老公创业。佢话结婚23年啊，从来都唔发佢老公脾气啊。哇！净系呢一两句就完啦，已经佢唔系邱淑贞啊，佢都系一个好老婆啦。系佢仲要加埋邱淑贞，咪咯，几好啊！真系系咪钱啊？攞晒出嚟啊！好多关于佢嘅文啊，我要攞出嚟 up 下，因为我唔知啊。对佢净系好短暂，我净系每次见到嗰套戏嗰阵时，见到佢嗰几秒，我就想睇佢多啲啊。但系对佢后面嗰啲系完全唔知啊，因为以前个社会系。冇呢啲咁样嘅八卦新闻啦、你要买纸啦，你冇嚟剪落嚟啦，呢答咧净系讲邱淑贞噶，嗱呢答咁样，嗱而家就唔同啦，上网，系咪？咁啊呢个全港男人嘅欲望邱淑贞咧，系咪曾经同王晶拍过拖咧？哇，系咪咧？仲话佢呢个性格咧本身咧系中意储钱嘅人嚟噶，吓、喂悭妹嚟噶。咁啊，即系你要知佢多啲嘢咧，其实真系又唔发脾气，又悭妹又靓，系啊，有啲甚至讲到就话，点解要嫁俾 I T 个老板，就唔嫁俾王晶？沈嘉慧啊，点解唔嫁俾王晶？王晶本身唔系有老婆嘅咩？系咯，系咯，系咯，咁跟住系咯，咁跟住沈嘉慧，我觉得邱淑贞同阿沈嘉慧嗰啲系真系恋爱嚟嘅。我觉得沈嘉慧后生同佢着婚纱时，佢系靓仔嘅，真心嘅，成个日本仔型人靓仔咁样。系咩真咩博之啊，真田博之啊，吓类似啦吓，好靓仔啊，佢老公都 O K， 有爱情嘅，佢眼神当中有爱情。吓咁话喺咩料啊？曾经同佢同阿王晶啦咁讲下有一段咁嘅往事喎。佢好正喎，呢段要讲出嚟喎。独立香港，寒风北望，一片血雨腥风。系啊，邱淑贞猛然闯进酒店房间，看到王晶在慌里慌张地提裤子。他没有看到自己所憎恨的那张脸。第二天，他登报声明和王晶断绝关系。原来咧喺嗰个时间，啲人啊。先知道王晶同邱淑贞嘅关系啊，邱淑贞就系王晶个女朋友，登报登报你谂下，无端端冇人嗱，我个乱噏一个，又唔可以乱噏得咩啦吓？而家有咩女神啊？究竟仲依家有咩女神？咁啊，求其讲一个嚟听下，我心目中真系冇乜有嘅，我求其啦，阿边个啦，林明晶啦。即系林明晶同阿五仔原来有乜嘢有路嘅，你哋唔知道，一直都唔知道。系真系唔知道、啊。当阿五仔仲有条女有阿希希嘅咁样，跟住突然间林明晶话登报啊，同阿五仔断绝来往咁样，哇！你谂下，系咯。但系邱淑贞同王晶、啊，所以李嘉欣讲啲嘢都系佢嘅痴心情长剑啊。王晶点样对阿邱淑贞，我唔知道。王晶讲嗰啲乜对住啲男人，我唔讲，我唔提、因为你啲咧长通行都。你同唉系，你同个唉真系明嘅，系啦，我同个啊边个拍戏啊，阿小岛男啊，同个鸡扒妹啊，啲男人问起啊，或者我想讲谂起佢啊，都提下啦，系咪啊？冇错。咁但系嗰啲关系嗰啲梗系唔讲啦。王晶我有阵时见到佢喺南湾半岛啊，以前啊，而家唔知佢住边啦。啊咁反晒面啊，当时咁样反晒面。咁佢哋都拍过好多戏啦，当时系咪？
咁嗰啲就前塵往事嚟嘅啫。咁啊，講到邱淑貞咧，點樣入行咧，都係選美。話閨蜜啊，有個閨蜜，閨蜜唔知係咪真係叫黃鈞咧個名咁樣嘅。黃鈞喎，佢話閨蜜叫黃鈞喎，揭發佢下巴整容啊！誒，撲街呢啲選美啦 ，friend 啦，哇咁樣爆料。邱淑贞不堪羞辱同质疑，愤然退赛。整咪整咯，乜所谓？整得靓咪得咯。亦等同依家，即系整容等同依家嗰啲 P 图咁样啫嘛。P 图仲过分。即系你等同依家系嘛？哦，你有冇 P？ 哦，你 P 图嘅咁样啊？屌！系啊，接一样已经去到进化到嗰个位咧。1988年嘅邂逅王晶，王晶啊，话佢选美嗰阵时见到，见到阿邱淑贞四只字，怦然心动。我呢世人见过一个女明星，我有呢种感觉，我都系咁样写怦然心动，就系、是、Gina 啦，阿 Gina Ho 吓，佢嗰阵时23岁，好正嘅，怦然心动呢四个字，咁佢见到邱淑贞就系嗰种感觉啦。啊，邱淑贞会唔会令人怦然心动咧？邱淑贞嗰阵时都系可爱嗰种嚟噶 ，cute。佢话佢最靓系佢，系啦，佢话系啦，咁啊，所以咧，佢咁样形容自己，王晶系吕布啊，沟雕蚀啊，屌！吕布啊，真系冇你份喎、啊！嗱，吕布呢个位，我觉得应该可以转一转嘅，例如第二个啊，会唔会啊？用翻第二个角色得唔得啊？即系有人可能会谂，唔用吕布啊，董卓嗰啲得唔得？佢唔会认自己系董卓嘅、啊，即系咁样啊，会好啲喎、啊，好似啊，是但、啊。咁啊，始终系佢同王晶可能拍戏，咁我唔知佢哋咩关系啦。咁边个有冇登报？我嗰阵时未出世啦。不过呢啲咁嘅传闻就王晶系真系有老婆嘅，系咯、啊，叫丁德君，佢话系王晶韩眉时朋友介绍嘅，即系嗰阵时都未红，好快结婚啊，生女啊咁样啊，即系佢有老婆嘅。咁出面有冇我哋唔知啦，知都唔讲啦，系咪先关鬼事咩？冇错。咁啊，邱淑贞咁啊，自从嗰一单嘢之后咧，咁就梗系识翻个佢有感情嘅男人啦，系咪先？就系佢个老公啦。咁啊，喂，咁究竟？即系佢同佢老公啊，点样相处嘅咧？系咪一个好女人咧？好似讲到绝种好女人咁样喎。系啊，即系如果你话邱淑贞本身已经又型又靓又可爱，乜都有噶啦，男人嘅欲望嚟噶啦。咁啊，依然系仲要内在美啊！嗱，嗰忽真系顶唔顺啊，真系顶唔顺。呢个系完美嘅。点解世间上咁少呢啲人嘅咧？其实，吓冇你份，你觉唔觉得好痛苦咧？即如果你嘅 dream girl， 呢个应该系你嘅 dream girl， 应该系 every Hong Kong man 嘅 dream girl 嚟嘅，系啦。你点样咧？点样睇咧？呢个女人冇计咁啊！有时候你即系你明白到有时候你 dream 嚟有两样嘢嘅喎，女神有两样嘢喎，系你真系遥不可及嘅喎，有啲系。咁佢真系遥不可及。你明唔明啊？你即系可能落街会撞到邱淑贞咩？唔会。系咯。你就只能夠喺個腦補你呢個空間嘅咋，係嘛？咁但係你唔會話因為哦，佢發生啲乜嘢事？舉例哦，同咗邊個一齊而唔係同你一齊而，好可惜，你都明知你呢一刻你都冇辦法去拍到人哋落去嗰個位，係咪先？所以真係唔同時空識喎。係啊，比較刁蟬見到我不得了啊！嘿，咁講，咁講啊，梗係啦。喂，佢1999年就同。沈嘉慧结婚，当时你话喂佢好有钱啦、啊，而家个女又话同嗰啲吓荷里活大明星一样，同一个架势咁样同代言一个牌子，咁佢嗰阵时系咪话林允聪话李美凤咁样钓到条大水鱼大龙趸啊？原来唔系、啊，当时啊沈嘉慧系小商人嚟嘅啫，冇乜钱嘅、啊，咁佢嫁咗俾佢咧之后就淡出娱乐圈啊。系啊，就全心全意照顾三个女。佢一开始佢系创业小商人嚟嘅，个老公。咁但系佢唔介意啊，即系做啲小生意嗰种啦，就唔系而家嗰啲亿亿声嗰啲大老板啦。咁啊，邱淑贞就唔介意，从来冇介意添啊。因为结咗婚之后啊，嗰几年啊，沈嘉慧计划将 I T 集团上市，邱淑贞大力支持，真系喎，将自己啊。成副身家压落去，投资落去，帮佢老公啊，
完成呢個創業夢，因為你呢間公司一定要有資金噶嘛。係。咁佢都有啲嘅，做咗咁多年明星，邱淑貞。咁、你唔好話好富貴，起碼都一定有嚿錢先咯。咁跟住將啲錢壓咗落去，個令個集團越做越龐大啊！兩個人結婚23年啊！又經歷過很多事業低潮，一直咧就對對方不離不棄。你見有人話：喂，香港的 IT 咧好似冇乜人買咁喎。我又成日行 IT， 我覺得啲衫幾好睇嘅。你睇咩年代？曾經輝煌過一段。我知道，而家我睇都唔難睇噶。啊！佢其實做咩啫？佢係一個買手嚟啫嘛。佢買入一啲比較特別，但係又會你買嘅款。咁 當中有一啲唔係特別嘅。是很公廁款，就是通街都有 comment、但你會買的嘛、他又挺young的，那個路線是 OK 那、都貴的其實、那有人就說喂沒有生意的，是不是倒閉了那檔東西，不是、有人告訴我聽說他在大陸這檔東西是賺錢賺到傻了，是你不懂欣賞而已，不是你品牌嘛，同胞見到哇係型，佢係型。其實你嫌佢貴啫嘛，佢著曬上身佢一定型啊啲嘢。嗯，係啊，後生啊嘛。冇錯。咁就話佢多年嚟咧，邱淑貞都好恩愛啊，同佢老公。嗯。冇向佢老公發過脾氣啊。EQ 咁好啊。呢啲犀利啊！呢啲真係犀利。係啊，佢話認為大家都應該好好控制自己情緒，佢唔好一時衝動傷害雙方感情。咁啊，兩個人結咗婚之後有三個女，一家五口啊，啲女兒們啊都唔係嘅，咁、有一個都唔似阿媽嘅，有佢話女兒們都遺傳咗阿媽嗰個氣質喎，咁、一個似咯，唔似都唔緊要嘅，切你估靚都唔係咩啫，我覺得靚有陣時都係麻煩嘅，係啊，好多好多其他嘅。狂风浪蝶、所以你要遇到一个真的那个、人本身，即是你说外观靓啦，但是他、本身个人很少了依人，或者对即是不会很花心，女靓女都会很花心的，是不是？你问一下你阿妈啦，如果他不靓，我觉得阿妈只是遗传到给家姐或咩成，真心他阿妈都不会答他，未必。你觉得他？他想不想遇到他生命中某一些男人呢？是的，但是他不想的，但是他真的有些人自己會黏上去、他有一把雙刃劍，沒錯，是他得到可能現在他未必使是這樣都得到，但是緣分就是撞到那些東西，是的，靚就靚，不靚都沒辦法、即做人是這樣的，是的。那說邱淑貞又保持得很好，跟女兒沈月似兩姊妹多些、啊、兩個我成日見到佢兩個似咩？我同阿希希講話，好似一隻白貓生咗只白貓仔啊！係咯，就係嗰種。咁啊，人啊，你話冇完美嘅，佢唔算完美嘅，即係對你嚟講，算唔算完美咧？邱淑貞，佢其實有唔完美的一面嘅。你其實你以為即係你就咁睇好你，你當有啲嘢咧，你有時候睇人好得意。分拆佢有時候可能你望佢有啲角度啊，或者可能佢有啲表情，佢唔係話你想象中咁完美。係啊係啊係啊，咁、可能喂，你呢啲係我哋好表面嘅啫喎。相處依家咁講又話唔會發脾氣啫。咁啊，佢究竟嘅性格係點咧？係本身佢做人佢有啲乜嘢佢中意唔中意咧？咁呢啲係啱唔啱你自己？你我哋老保啫，係嘛？咩都 perfect 啦，係嘛？最好又唉、你 yes man yes man 啊！人是这样想，但是可能相处之间其实不是这样的，只不过他们真的刚刚遇着刚刚一粒一打就遇着夹不到，那就叫啱了，那就叫啱了，是吧？真的两个不发脾气，两个都收收埋埋在、内心又是不得的，是所以人夹人的，这些东西邱淑贞在你生命中我想都有90多分的，是啊，没错啊，有是吧，当然啦，是吧，有没有在心目中有没有第二个可以挥低这个邱淑贞，你觉得自己冇乜喎，真系冇乜，系咯，话已经 number one， 唔系 OK 仔系佢天字第一号 fans， 系咁冇错冇错冇错，耶耶耶耶耶，我就冇咁乜嘢嘅，系嘛吓，但系你有咩都可以揾我，倾下偈，倾下偈啊，好啊，系咁先，好啦，拜拜。